这样子，我的声音有很近的感觉吗？有。可是我听得到自己回音呢。啊？怎么只有三个人在里面？那我呢？我的回音为是鱼竿，鱼竿回亮灯。对，再一次。好，我调，我调。哎、欸，会点吗？喂喂喂，好像没亮了。没事，我讲话，你看我讲话没有人亮了。哇、wow、哦！啊，胡子一哇哦，就所有人都哇哦！哇哦！所以我们就麦克风再调小啊。每个人讲话，大家都调小声的。只有我可以很大声。啊，只有我跟你可以大声，真爽！我没有听到回音嘞，是不是好了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没听到了，我现在没听到了。我的账号从一。我可以试着大笑一下吗？可以。等一下开始玩很激动了。我的账号从之前我忘记怎么说，好像跟敦敦玩游戏的时候我的账号就不见了。哦，对，从很久以前就开始用的账号就不见了。不见了。那那个时候，而且重点是我是忘记密码，但是我已经重设了，就是写信很多次他都没有寄信给我，在那个我什么都找不到，就是没有这封信，找不到。等到我都要停经了，这个人在说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个账号就这样不见，就这样 disappear。哦哦哦，你先不要射箭矢哦，因为他射出去的东西不会消失。哦不，会造成不甘。哦，哎，先不要再射。我在干什么？哦不，胡子你怎么可以乱射箭呢、啊？胡子，你怎么可以乱射箭？哦不，哦不，你这会吸不回来，赶快吸走。哎、欸，这个毒箭吸不回来。哦，声音好小。哦不，胡子，有声音吗？有。好啊！漂亮啊！秘密秘密秘密，这是草泥马、啊。耶、yeah, ！秘密秘密秘密，你不要再草泥马了，你这个白目。欸、怎么怪不掉？怎么？哎、欸，这怎么办？白木，你是不是被踢出去啊？对不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喂，嗨，拜拜，可以。喂，到处都是电视。胡子，哦不。晚安。感谢三鸡。你们会有点小，你们会吗？你们会觉得吗？对，胡子的声音有点小。是可以 disco 拉大你的声音啦、啊。不要说大一点、啊。给，喂，胡子穿了全套。胡子可以拉高发，但是量不要拉低。啊？鱼竿是从小点啊，这不就小了吗？我只是想说，一开始他们还没有开台，我们可以把的脸放大，可以聊天。小姐姐。他说要来聊天啊，他们还在 setting。没有听到你声音。不是，我好像从阿美那边听到我的回音。对，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哦不，有啊，有啊，胡子的声音一直都有亮啊。声音够吗？够，还可以，够。我们可以拉大你的音量了，有点小，饱满，我可以拉大，直接自己拉大你音量。有一个选项可以，可以关回音哎。可以关回音。对啊，我刚刚看到有一个胡子，你讲个话。画画画画，在最下面，最下面有一个回音消除。花花花花，哪里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最下面。你说的那下面回音消除，就是你去设定，然后语音视讯最下面有一个回音消除。这么高端哦！哇嗨哇，谢谢谢谢森姆斗内，真的超久不见。你其实前阵子有看，我有过啊，我有过。最下面，你滚落去假的。靠腰，你叫他妈那么大声，所有的麦克风都裂。哎，我们现在找，最下面滚轮，你们再往下拉，再拉，哎，不行了。感谢。有了，有了，再下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回音消除。哦，我有勾啊，我打开啊。那就开着就好。哦，现在还行吗？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有回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因为你们是直接收我的这支麦克风，是从我的麦克风出去。啊，小声一点。刚才讲话轻声细，反正前面建筑的时候，大家一定都很安静，就是很认真在盖啊。好的，
好的，一文字豪猪。嗯。那看起来可以了。所以我要插入加到这个洞洞里面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是有。喂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真的，真的好想你。好久没有玩，好久没有玩 Minecraft 了，有好久，好久了。感谢生母，你刚是不是跑去鱼竿那边啊？虽然我们这次玩的版本还是 1.11， 我的麦克调小一点，其他人讲话一下吧。喂，工作室以外的吗？我把我的声音拉的跟你们差不多大啊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我们这次有玩限时五分钟的，太好了，太长了吧，不要吧，五分钟很快耶，十分钟跟五分钟可以选，你们这样子五分钟我们都盖不出来，很快耶，真的，你们要想想考那个在浮签后面的那位朋友感受，那可以让阿美在我后面吗？可以让阿美在我后面，他是随机的 Spiderman。没有加入游戏啊，我觉得胡子是不是还是太小，会吗？对啊，有点是不是太小啦，真的很小，我已经拉大了。要哦，对，要不收 Discord， 可是他本来就没有收 Discord 的声音啊。我旁边有两只橘猫，蹭一下。没有收 Discord 的声音啊，好可怕、哦！真有了，这样子的声音如何？我的小，不到，还是小，小，超小。哦，我帮你拉200%了。哇哦，其他人的声音有点小。我的声音是因为我的麦克风太不指向了吧？嗯，这样子。喂喂喂喂喂，不是啊，一定应该不是啊，这边是那个啊，不然我从另外一边说话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很小声，你声音还是，我是觉得很小声，我已经把它拉了，为什么，我已经把它声音拉了，我不用会员了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加 MCN 啊 ，MCN 不给我开会员，哦不，为什么我的声音还是这么小？有没有那么饱满的感觉啊，可能反而是微博超大声，就是比起来就是我已经把微博的声音拉，没有是微博跟福谦的声音大声，那是因为我刚刚为了要听清楚胡子的声音把声音拉大，所以是胡子的声音还是比较大，胡子的声音还是比较小，我的声音还是很小，所以我要吼大，可是因为你一大叫就其他人的麦都会收到你的声音啊，那我们之后等一下你知道吗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演高品质，阿美又变小了，我把阿美拉大一点。最高品质，这个声音差不多。再来，再一次，你再说话。最高品质，勉强是把你就我听到好像是从别的麦克风收到胡子的声音的感觉。哦不，那我们其他人都不要讲话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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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所有人的都亮了，除了我之外的麦克风都亮了，所以你们的就要再你们三只都会收到胡子的声音。看来我的麦克风只适合单人用了。我们的麦要调小啊，发质要高吧？发质哦，发质高，调到直接设发质吗？发质在哪里？这里没有发质，对啊。所以你把阀值拉高，然后收，因为我实际上我们现在用耳麦，可是福谦的阀值有点太高了，因为他的声音全部都是个，因为我有点不敢拉，可以再拉小。对不起，我是雷包啊。喂喂喂，这样子有吗？喂，有，可以。这样子应该好一点。但是福谦的声音好大哦，为什么？那我把麦克风的声音弄小。哎，刚刚有人懂呢，谢谢懂呢，谢谢懂呢，谢谢懂。这样好一点吗？鱼竿这样有好一点吗？鱼竿这样有。一个接一个讲话，让我听听。哦，我新来。然后呱呱，喂，这样会太短吗？喂喂喂，小新。Hello， 胡子。
嗨嗨嗨嗨嗨，这还是偏小声。啊，两百吧。我的声音，为什么我听得到别人的？你没声音。我没声音。没声音？怎么可能？看我有亮。你发质太高了，你只有后面那几个声音有出来。不对啊，我根本就有了。这样子。对。你跟胡子的声音都偏小、欸。胡子的麦克风一直吃到别人的声音。对，胡子的麦克风。胡子从来都没讲话，但是他头一直是亮的。哇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的麦克风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多人使用、啊？你的是指向性麦克风吗？我这个应该不是哦，这个是那种录音室用的那种。录音室是麦、哦、指向啊？是吗？喂。所以你要不要用一支指向麦克风就好了？让胡子改用一支指向麦克风就好了。对，我改用个指向麦克风。直接。鱼蛋，大家都说你偏小声、欸。哎、啊，聪明了，直接神。如果我把其他人拉小，情况上的胡子好大声。现在就是现在在调声音的部分。而且我已经离麦克风这么的近了，你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又是好，炮音，你们都可以听得很清楚。你怎么不去抓个E大师的 skin 来用啊？换 skin 了，看我这 skin 帅吧？你是谁啊？飘城太郎。谁啊？哦，九九吗？空调维修员吗你？我俩所有人都说得到。你说。呼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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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声音，没声音，没声音。我给你看我的，如何？哦，大声的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是我怎么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你听不到声音？阿梅，阿梅，输入耳麦，耳麦。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应该是语音设定那边。语音设定那边，我正在调啊。输出装置要调成，这不帅，我调了。啊，谁啊？谁跟我来干啊？我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变个大？眼睛闭，有没有可爱？这是我流口水。没错啊，对啊。好丑啊，这个声音。韩信，你好丑。超可爱、欸。好丑啊！你穿高腰裤。好极致哦！听到回音嘞、欸，是谁的？看一下谁的。胡子的有杂音。我的一直亮。胡，哎、欸，是所有人。哦不，因为阀值拉低就会这样，有声音吗？尴尬一点，有声音吗？拉在自己讲，听到我声音吗？感谢卡好会员，感谢感谢。下个办法就是大家阀值都拉高，然后讲大声。等下可能就是感谢会很小声的，因为我怕吵到其他人。等于那个阀值只是超过那个，就所有人的声音都收到了。对啊，如果等一下就我会小小声感谢，就是我怕。吵到其他人的，因为鱼竿跟蔡昭他们会后置影片，所以尽量不会有声音。阿美帮你唱一首歌。真的是很太快了，这个白痴。Why？他超灵敏的、啊，还是没声音，而且他超灵敏的。我这边你看，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大家声音会很多，我就是尽量会小小声感谢，或是忘记感谢就体谅一下哦，聊天时间。好，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我把我这支改成全环境收音。哎呦，所有人都用同一支就好。好像可以哦。你看会有大小声，会那声音会有大有小。那你开啊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不。怎么不合理啊？耳机听不到声音。我的耳机。我来放一下气。好。
稀疏疏的。再找按钮。再放 YouTube 音乐出来。在胡子那边一直有杂音，稀稀疏疏的角嘛，对，是铁三角。是三角铁。哈哈。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。可以。你把 USB 重插一下。就是很多人一起玩过，很多人一起开过台，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设定，所以要设定比较久。哎、欸，有声音了！哎、欸，突然有声音了，上次杂音很重哎、欸，就是没有没有，刚刚只在刚刚在移动啊，只要他手不要在摸那个，这样子我的声音啊、哦，完美了，完美了 ，perfect， 可以。哇、wow、哦，美落地，还管你讲话？喂，你大声一点。喂，我把我再调，我至少我调一下礼品频度。谁的在亮？我的。那你那个灵敏度也可以调一下。我已经拉很高了，我已经拉超高了。那就是。这边的灵敏度了，对对，就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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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说话大声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呵呵，我来到一个岛，它叫卡加布列岛，可以，哦，可以，好像北拜哦，现在这样嘞，不错。